畜牧堂坚果藕粉活动最后一天啊，32号今天活动最后一天，一桶原价19.9元，两桶原价39.8元，现在下单立减10元，两桶29.8元，额外再赠送你一个玻璃杯，大容量的玻璃杯，然后再教你们泡一遍，天天泡藕粉上瘾。正常女生两勺的量啊，我来3勺吧，泡多一点瞅着有食欲。3勺的粉，3勺的水啊，第一遍一定要用凉水给它稀释，这个凉水别放太多啊，能给它稀释了就可以了。来，再来点，少来一点点，来这样吃，稀释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啊。然后第二遍一定要用刚烧开的沸水去给它冲泡，这个水浇一直浇，浇到它出现那种透明的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喜欢吃稀一点的你就多放点水，喜欢吃粘稠一点少放点水，一直浇。哎，完事儿，成功。看，直接出现透明的状态了，看吗？这种的啊，然后一直就开始给它搅了，一直搅，完事儿，是不是相当成功？泡好了。全坚果，微微的甜啊，特别适合像咱父母吃的羊背。这藕粉绝对是好东西，纯养生的一款产品。